你身上有他的粑粑味。不好意思姐夫，快拿纸擦擦。你擦擦擦日出，擦擦擦日落，哈利波特七十三朵玫瑰。 Sorry 不好意思，你把衣服也穿进去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姐夫最后吃点泡面吧。Yeah. 喂，拿错了，姐夫，给你这个。怎么没有叉子啊？哦，有，我给你去拿。姐夫，厨房里还有点海鲜，要不咱俩去？喂，吃吧，姐夫。都吃我吃。姐夫，我朋友叫我出去吃饭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行吧，我来想介绍两个美女给你认识。喂。不是蓝妹，你在哪呢？哦，在这儿呢，姐夫。大姐早说，用皮肤膏拿一下，我给你看个好玩的。嗯，好玩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姐夫，你给我姐画的是什么？不是，我问你看，真的我手上。姐夫，你是？